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我是王浩然，王牧师。那么呢，我现在要把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所创立的一集颂主诗歌朗诵给大家。这个颂主诗歌呢，当时呢是受神的圣灵的感动啊。那么我觉着呢，这个把神对我的感动这个概括了这个圣经的一些核心的主要内容啊，比如说神的创造神的大爱神的救赎神的医治对不对？很多很多方面的圣经真理里面呢，我自己相信认为呢，也还有不少的创建。我曾经把这个颂主诗歌呢，让不同的这个牧师神学院的教授，还有呢主内的朋友呢来读过，甚至呢，我要发到那个中国那个百度的博客上当时呢。有很多很多人看。那么现在呢，我现在在整理我的资料想把这个颂主诗歌呢放到这个 YouTube 油管上。那放到哪里呢？就放在浩然信仰与人生上，好不好？ OK。 那么这个颂主诗歌呢一共有九章组成，那么这九章呢各每一章每一部分呢长短不一的。 OK。 那么考虑到大家的这个时间呢，每个人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喜欢呢，只有这个三分钟或五分钟。那有的呢，时间长一点的，可能十分钟、十五分钟的如果全部读下来呢，大概需要15到17分钟。哎，那么呢，我现在呢，把这个长的这个诵读这个部分呢，就单独来读。OK， 把这个短的呢，这个可以合到一起给大家朗读好不好？那么无论如何嘛，我们要满足按照神的旨意满足神的心愿。也让大家呢喜闻乐见，好不好 ？OK， 那么现在呢，我就把这个颂主诗歌呢第一部分上帝一主呢这部分比较长的第一部分呢给大家朗读希望你喜欢，好不好？那我给大家朗读好，让我们开始。主，你就是道，主，你就是爱，你就是宇宙的本源，你就是万物的开端，主。你就是道，讲明世间的根本。主，你就是光，照亮世界的黑暗。主，你就是道路，指明人生的方向。主，你就是真理，解释宇宙的真谛。我试着把眼镜拿下来，能不能看见不太清楚。好，没关系。好，主，你就是智慧，开启人生的钥匙。你就是爱，连接圣父、圣子与圣灵，让三神合一。您就是爱，送给人类最美好的，让我们喜悦。您就是爱，送给人类最珍贵的，让我们珍惜。您就是爱，送给人类最需要的，让我们充实。您就是爱，让我们平安幸福。您就是爱，贯彻大地与天宇，让人间生机盎然。您就是爱，温暖内心，让我们喜乐无比。您就是爱，净化人间的心灵，让我们纯洁高尚。您就是爱，消除误解，驱除抱怨，化解仇恨。您就是爱，融化冰心，让万事归顺。主，你就是爱，充满我们，爱我们。你让我们幸福快乐地度过一分一秒，一天一月一年，今生今世，直到永永远远。主，没有什么可以和你相比，没有谁可以与你并肩。主，只有圣父和圣灵与你同在，合为一体。主，你就是爱，你是活的、永恒的、不灭的。你就是生命，你是生命，你是永恒生命的赠予者。你就是生命。没有你，生命就没有真正的应有的意义。主，你就是拯救。主，我不仅有原罪，而且有现实的罪，没有你的拯救，等待的我的将是心灵的死亡，肉体的毁灭。没有你的拯救，我将孤独痛
苦地度过一生。没有你的拯救，我将把痛苦传给他人，扩散到社会。主，你从天而降，给苦难的人类我们带来光明、未来和希望。主，你为我而生，给罪恶的人类我们指明道路、方向和归宿。主，你为我而死，给待救的人类我们驱除原罪、肮脏和泥污。主，你为我而活，给饥渴的人类我们送了大爱、福音和智慧。上面呢就是颂主诗歌的第一部分，主啊，上帝与主，上帝与主，希望你喜欢，因为这一部分比较长哈，这个我就呢单独读了，好不好？那么如果你喜欢呢，请你呢转发点赞，哎，然后呢这个转发给你的朋友啊，群里啊，让更多人了解神、认识神、认识耶稣，OK，得救啊。好，谢谢。